会写这首歌的起点就是，我常常去吃的一家饭，一家餐厅啊。那就是他们比较不同的地方，就是，他们是一个家庭在经营。那身为一个就是离开家里，然后去外地求学，我还蛮羡慕跟，就是他们那种这个餐厅给我的感觉。那就是想写一首歌，就是纪念他们的，谢谢。今晚交给这老板的厨艺吧。